2024预算案，看看个人税务减免康投。康投一，医疗税务减免提高至10000令吉，个人、配偶或孩子严重疾病医疗的个人税务减免从8000令吉提高至10000令吉。康投二，带父母体检税务减免1000，孩子带父母做全面健康检查，可获得1000令吉税务减免。康投三，新增牙齿检查税务减免，新增牙齿检查或治疗费用或税务减免最高1000令吉。康投四，动一动也可扣税，买运动器材、设备及活动特别减免，包括参加运动项目报名费以及健身中心会员费，最多限1000令吉。康投五，自我提升再进修再扣税，参加增加技能自我提升课程，可免个人所得税，延至2026年，纳税人可在7000令吉进修课程费用中获2000令吉税务减免。康投六，重返职场免税措施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。康投七，减轻爸爸妈妈负担，托儿和幼儿园费用各享高达300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减免，延长至2024年。